事情是这样的，咖喱妹妹把彭城的名字发反了，我就发语音去纠正她，结果成彭，你怎么把人名字喊错了？笑死我了，成彭，彭城，我操，唐城是谁？彭城，彭城，唐城，唐城，哦，什么鬼？彭城。这啥呀？彭城，越来越乱，越来越彭城，彭城，你还是打字吧。哦，终于对了，我的天，对了，哎呦，笑死我了。